所以为什么要靠海螺来换泳装啊？而且这些海螺还在各种奇怪的地方。旅行者，那个海螺里有怪物的声啊？真的假的？你听错了吧？不会听错的，那个声音肯定不可能是人类发出来的。哦，话说这些岛一开始可是沉在水下的哦。就算这些海螺真的录到了什么未知古神的叹息声，也不奇怪啊。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东西？